咋回事嘛？你是磕到哪儿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啥流鼻血吗？请问，好想是有点低烧，你看啊。是有点烧。你去医院看一下好不好？没事，你再观察一下啊。流鼻血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哎呀，流鼻血嘛，没点事情嘛，发低烧就不对了噻。走到医院看一看，放心点。好，走，妈，多做点，都给你吃啊！哎呀，这跑太快了，我怕我累死了。妈，你看这事儿你做的，你要把肉都给夏天拿去吃，你好歹跟我说一声，这一块都没留，那你让丽丽咋想？ 我没想那么多呀，行了，我下次我自己拿钱，我自己买，我自己做啊。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是这事儿，你办的，你让别人怎么想我呀？好像我不舍得一样的。你跟我说，我多买点儿，不就是一碗肉的事儿吗？丽丽，我丽丽，玉萍，孩子呢？我把红烧肉给孩子送回来了，让丽丽吃啊。哎，你。玉萍啊，丽丽小不懂事儿，她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头去。小孩子说完他就忘了。哎呀，没有，行了，那你们吃饭吧，我走。哎，玉萍，啊，肉都给你拿过去了，哪有往回送的？拿着。哎，都是我妈，跟我说一声啊，我就多做一份出来了。回头我每次买肉，我多买点儿，给夏天儿做一份出来。啊，谢谢你啊，阿朱。哎呀，这段日子。 让你们都操了不少心，应该的。我马上上班了，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以后到家里来呀，啥也别带啊！行了，赶紧吃饭，我走了啊，我走了啊，玉萍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弄的，你说，要不是你，这事能办成这样吗？ 我们你说，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裴医生，啊，秀文，江阿姨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这是我爱人杨来福。哎，咱们矿车队的。啊，你好。今天来是，哦。 孩子这两天一直流鼻血，而且流血不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所以给你看看。让阿姨看看，今天几岁了？今年9岁了。啊，你的鼻子流鼻血，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不知道。你摔了吗？哦，他前几天啊，摔了一下，就在几个位置，然后我就血一直都止不住。哦，那这种情况有多久了？刚发现不久。 关键是以前也没太在意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工作太忙了，就忽略了看娃儿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开个单子，去化验一下。好。这样，先去抽血化验，然后大小便一起检查。嗯，好的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没有，先谢谢阿姨。谢谢。好的，那你们慢走啊。好，忙啊。好嘞，好嘞。请问。 你昨晚该查的都查了，应该没得啥子事吧？哦，结果还没出来呢，等结果出来再说吧。你看娃娃，平常很少喝酒，啥子都没得事，现在流鼻血还流止不住。我跟你讲，肯定就是上火了。你平常要啥东西吃太多了，又该吃虾，还弄点辣椒，你看看。没有吃那么多。哎，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？ 我小时候饭都吃不饱，营养都没得，哪有血流嘛？
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说吧。那小芳，你从明天开始在外面不许蹦蹦跳跳的啊，要注意安全。嗯，好。怎么？你妈喜欢孙子，我不反对。可她不待见咱们家丽丽，那我心里肯定不高兴啊。谁是亲生的，谁不是亲生的，还用我说吗？啊！我就做了一盘红烧肉，她全都给夏天吃了。我没问题，那丽丽怎么想？那是亲奶奶，一口都没给剩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你看你，看你，看你，没完了不是？这事儿我不是说我妈了吗？你别往心里去了啊！明天，明天我把这个红烧肉给丽丽补上啊！是就是就。夏天是你亲生的吧？嗯。哎呀。我妈不是把夏天当着亲孙子看了吗？是你把夏天当亲儿子看了吧？老朱，咱们能不把什么事儿都说成是真的吗？但愿是个故事。绝对是个美丽的故事。做梦吧你！没机会了啊！谢了，刚才在外面是不是摔掉了？我没有。没有呀，痛疼不疼？我不疼。妈妈，不光流鼻血，你看我的脚。脚怎么了？来，妈妈看看啊。怎么搞的呀？啊？你是不是摔到哪里了？我没有。疼不疼？我不疼。发现几天了？嗯，有几天了。裴医生，哎，秀文来了。我们家小芳化验报告出来了。嗯。您看看什么情况？我看看。秀文，根据这个化验结果，你闺女得的是血友病啊。血友病，对，这个血友病啊，它是一种遗传性凝血因子缺乏而引起的出血性疾病，严重危害身体健康。而且这个血友病患者，他如果出现外伤或者手术后的出血，非常不容易止住。怎么办？那怎么会得血友？秀文，秀文，你别难过。可能他是有病的呀！你冷静点，来先坐着。我在家里查了那么多的资料，我都没想到，我真没想到他会得这种病。你先别慌，别慌。还那么小，这个和年龄没有关系。我建议你不要让孩子上学了，因为孩子在上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磕磕碰碰，那就麻烦了。出去啊！啊，是啊，出去，下班了。哎，今天回来怎么着啊？啊，饭都做好了？操，不高兴啊？哪个惹到你了？啊？咋还
太恐怖了，吓死了。讲嘛，啥子事嘛？我们前几天上医院给他做的检查报告出来了。咋说嘛？初诊断。医生说啥子嘛？小芳必须休息一段时间。我们矿医院看不了这种病，我们得到市医院，到大医院去给他看病。啊，医生说要准备好多钱。好几千。哎，志文。嚯，吴大龙。啊。发达了哈。你找谁呀？我行，你忙去吧啊！不，哎，那个秀文，嗯，我就是来看看你和杨来福。无事不登三宝殿呀。没事。真的吗？来福。哎。吴大龙过来了。啊，来福。吴大龙。还带着李阳。第一次上门。找不着，刚好看到他。那你我听说了你们家小芳的事儿，我来看看。大龙，谢谢啊。谢，客气。那，你有时间吗？现在？有事情啊。不是，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我想找个地方，咱哥俩好好聊聊，行吗？那我，去吧。等我好。行，好长时间不见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忙去了，妈。来福，尝尝，特色。大龙，你这次来看我闺女啊，我非常感谢你，真的。但是你没得必要点那么多菜嘛，又买那么好的酒，太浪费了。浪费什么呀？现在不同了，你是处长，我是老板，点的少了，人家看不起咱。你看看你这么多年，这个 M 虚荣毛病都不改一改。我的人生宗旨，就是有钱就得生活。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。就想陪你喝喝酒，叙叙旧，聊聊天儿。来，咱哥俩干一个。谢谢啊。哎。吃菜呀。好。大龙，你给我说句实话，你这次除了看我娃儿之外。还有啥子事情？有事情你就讲，啊？有什么事情啊？嗯，我就听说你孩子这有病之后啊，听说得花不少钱是吧？多少啊？我也不瞒你讲啊，医生跟我说了，整个治疗下来花大几千块钱，具体好多嘛要看治疗的情况。大几千不是个小数，你准备了多少？准备啥子嘛？我和秀文的工资你是晓得，我们两个一年下来也存不到一千块钱，现在马上要拿出几千块钱，我们两个都愁死了。不用愁，来福，我给你准备好了，这是4000，不够，我再准备。
拿那么多钱，我这我不好意思拿你钱。多少啊？才4000，我说了不够，我还给你准备，你别不好意思。咱们刚到这儿，我得上传染病，是你采草药救了我的命，我没有忘。你有事了，我就该站出来帮你。快装起来，装起来呗。哎呦，装起来，装起来，来看到不好，好吗？我缓过这段时间，我马上就还给你哈。行，不急不急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来来，吃呗。大龙，真的是感谢你哈。你这一下解决了我大事情，我代表我娃儿感谢你，真的帮了我大忙哦。干了啊。把心放到肚子里，钱的事儿由我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而且呢，你跟你媳妇儿秀文都是好人，好人有好报。记住这句话，咱家孩子绝对不会有事儿啊！谢谢，你放心就行了。哎，我们打听个事儿，现在这个车队是不是正在拉特种煤？啊，是是是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的特种煤啊，在市场上可是紧缺产品。哦，那倒是。你供不应求。哎，供不应求。只要你手里有，你要多少钱都给。你不是有自己的小煤窑吗？我那煤产不出特种煤呀。哎，来峰，你看啊，你刚好管这一块的，对不对？你让拉特种煤的车队，稍微绕个弯，改走大车店那条路线，行不行？车店那条路线啊，不是我们平常走那条路线很好吗？大车店那条路坑坑洼洼，走那儿肯定不行噻。我就是让他坑坑洼洼的，知道吧？你的车队从那坑坑洼洼路上过的时候，你再给司机说一声开的稍微快一点，那甩下来的我安排人一捡，那就是钱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晓得你找我没得好事情。来，钱还给你，你这是让我偷，你晓得不嘛？这怎么叫偷呢？这叫撒。啥子撒嘛？就是偷嘛。你那一车几十吨，撒个200-300斤，那叫一撒看不出来。你走别的路撒了，别人捡了白捡；你走大车店这条路捡了，是我捡，我还承你个人情儿，算我没说，行吧？来，钱该拿着拿着，给孩子看病，啊，煤爱撒哪儿撒哪儿，行吧？来，来，秋文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小点声音，小心都睡着了。是啊。走，快走！讲个好事情。什么好事啊？给你看病。小芳治病的钱。这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反正我不是偷的噻。我知道不是你偷的。那这个钱的来路，你得跟我说清楚。哎呀，下午嘛，吴大人过来，你晓得嘛？我们两个就出去吃饭了嘛。然后他就问我，说小芳的病怎么样？我就实话跟他讲了。他说有没有困难嘛？那我这个人肯定讲，确实有困难，而且你就缺钱嘛。然后他就借给我，我就拿了。有这么好心？你不要把别人想那么坏嘛，人总有变好的时候噻。他是什么人，大家都知道的嘛。他一肚子坏事吧，你离他远点。哎呀，本身走的也不近。他跟我讲了，他说是感念我们在疫区的时候救过他的命，这是念恩，所以借钱给我。再说了，又不是不还，先把娃儿病治了再讲嘛。拿到。
收拾一下东西，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去市医院，啊！哎呀，去嘛！小芳治病的钱终于有了。局长。最近车队移杂的挺严重，一直找不到原因。你到车队的必经路段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行，那个局长，今天不是让贺林去破火矿检查工作吗？哦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找别人去。好，那我现在去。师傅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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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点意思啊！谢谢吴总，喝茶。谢谢。师傅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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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消防组员嘛，修文就照顾他，我抽空回来吃点饭，然后再把他还回来。啊，你吃没有？我吃过了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没倒没睡哈。小芳病怎么样？哎呀，医生说好多了，现在。明白了，还是要细心点啊。不是你的话，我这钱就出不起。孩子的病能见好，那就是好事。那倒是。找我有事情啊？啊，还真有个事儿。最近矿区有人反映，说你们运煤的车队遇砸很严重，这个情况你了解吗？哦，那个就是最近正在下雨嘛，然后路就滑，还有那个有些地方就塌方了，车子开的时候就颠簸得很，有点移山嘛，很正常。这每辆车遇砸好几百斤，这就不正常了吧？可能跟那个车盖不严实，还有装的太满也有关系。啊，大夫。啊，小芳现在病着，你们家这种情况吧，我也能理解。但是工作上的事儿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这样，嗯，你们先自查一下，然后给我写个报告啊。好，我回头写个报告给你啊。这个小芳病着，你和秀恩要是没时间做饭，就到我家去吃，就是添两双筷子的事儿，不麻烦。哎呀，你平常也够忙的，我就不去了。我们两个可以忙得过来，没得问题。好吧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再说话啊。你快吃吧，我走了。你琢磨呢？快吃吧，走了啊。啊，哎，别忘了写报告啊。放心，快吃吧啊。慢点吧，啊！写报告，祝贺你！我终于回来上班了。我突然觉得我有好多的事情要做。是的，你有好多事儿要做，好多资料要批复呢。来吧，来吧，开始工作。谢谢，那我走了。秀文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我应该的。
忙去吧。来福，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了啊，晃得我头都晕了。有事说话。我都跟你讲过了嘛，现在有人向矿区反映，我们运煤的车队泥沙严重，运河都找我谈话了。你不想个正经办法吗？在这儿算命。好事啊，说明他盯上咱们了。咱俩不到现场去，谁都抓不住咱们的毛病。大龙，我们就到此为止，不要再干了嘛。到此为止，行，不干了，把枪给我。没那么大的事儿，你坐，你坐，坐。来福，你回去给车队的队长安排一下，让他们司机开车从那儿过的时候慢一点，少颠下来点，还有，别扎堆都从那儿过。对不对？细水长流，不显山不漏水，多好。我们苗寨有句俗语，从小偷针，长大了就偷金。我们现在沾点睡眉，将来我们就发展成进去偷。你是后勤处处长，你去偷啊？我瘸这条腿，我去偷啊？你把事想的啊？你这样啊，真正的出了事儿，咬着不放的时候，咱捡的煤算我吴大龙买的，我给他钱行了吧？这是你讲的哈？我讲的，讲话算数，算数。好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小心点啊。勇哥，在忙啊？大哥，哎，坐。那个运煤的车队泥沙的问题嘛，我今天过来给你做一下汇报。经过我的调查，哎，确确实实是存在泥沙的现象。原因嘛，一个就是那个道路啊坑坑洼洼，二嘛就是司机开车太猛了，就造成颠簸，那个煤就下来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纠正过来了，现在泥沙减少了很多。很多是多少？啊。最好具体一点，咱们生产一吨煤不容易，这么撒下去太浪费了。啊，是是是，你说的对，我回去就教育他们啊。重要的是你要重视。啊，我重视。哎呀，干啥子嘛？咋嘛？怎么了？这是跟霜打了似的。这个方云鹤奇怪的很，大事情不管，小事情我就盯着不放，犯案都犯死了。他盯什么了？还不是车队泥沙的事情啊！就问你讲，哪个车子不泥沙嘛？那很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泥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后勤处长。那车队嘛是我管噻，那你说跟我有关系没得关系吗？那你既然管这个，你就想想办法呀，对吧？哎，就像你在车的四周，你用山布给它扇上，上面给它罩个罩子，这不就好了呀？哼，罩罩子，不要成本呐。那总比泥撒强呀。秀恩，你自己说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这个泥撒的问题，哪个领导把它解决了吗？啊，原因有很多，天气原因、路面原因、司机开得快开得慢都有关系，而且我管了，不是没管，我管不了的嘛。你既然这么多原因，你直接跟风大哥解释就好了呀，你们俩共同想办法，啊？你以为我没解释啊？解释了他不听的嘛，我就觉得他给我存心过不去。啊，又怎么会呀？你们俩是好兄弟。啊，不会为难你的啊！再说了，我觉得你也应该改进一下啊。哎哎哎，你是帮他们还是帮我？啊？改进？
砸干净。什么？你说来福故意指使车队的司机偷煤？这不可能啊！来福也不是这样的人呐，他知道这是犯罪。知道这事儿以后，我也不相信。但是现在所有的证据，都能证明是来福犯的错。就算是真的，来福这么做，肯定是为了给小芳看病的。我和来福工作这么多年，来福也是我的兄弟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如果不是小芳的病，他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。现在事儿已经出了，影响很大，就必须要严肃处理。要多严肃？那就看来福怎么表现了。如果他能把矿里的损失追回来，或许可以从轻发落。那大家伙都帮帮他，帮他把这个损失弥补回来，从轻处理，行吗？要是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就好了。玉萍，哎，来福出事儿了。嗯，出啥事儿了？来福跟吴大龙借钱，那为了还吴大龙的钱，他故意就让这个车队的司机走大车店的那个路段，那条路你知道的，特别不好走，走一段撒一段煤，吴大龙去捡煤又拿去卖。这事儿被云鹤知道了，要追究这个来福的责任。哎呀，他咋那么糊涂呢？这事儿怎么能干呢？他不是为了给孩子看病吗？没办法，被逼的。我是说什么意思呢？我跟云鹤说了，但他不听我的。我意思是，你跟云鹤商量商量，好好说一说，让他能不能对来福从轻处理？这不是事出有因吗？嗯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下了班之后就去找云鹤。啊，行，我跟他说他不听我的，他肯定听你的。啊，我试试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哎哎。你怕什么？我就跟你说了，他仅仅是怀疑你洒多了，压根怀疑不到你和我头上。这些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嘛？云鹤是啥子人你不晓得啊？办事情极其认真。他这两天没找你谈话吧？你洒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找我，咱俩一商量，你洒减少了。他没找你，说明这事过了。你洒减少，还给你记一功呢。你洒少，你洒少还是有的嘛。这个事情我跟你讲，他不是长久之计。管他长久不长久，撒一天咱就是一天的钱，出了事儿算我的，别愁眉苦脸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干一个。云鹤，我就说我们俩喝酒一点都不热闹。想谁谁来，你更想到你就来了，喝着呢。来，那我也凑凑热闹。服务员，上到餐具。哎，不用餐具了，来福，不用碗喝。那走，再上个筷子，拿上筷子。想谁谁来。哎呀，吴大龙，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啊，还挺想你的。我也挺想你。来，喝一杯。我跟大龙，咱们俩可是一个车来的潘和林工厂。对对，后来来福又加入进来，偷完。这从潘和林工厂到盘河矿务局，这中间流了多少汗，流了多少血，经过多少困难，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。这也算是我们的感情。请来，第一杯酒，敬我们的感情。你说的我热血沸腾。这第二杯酒，
在这个过程里，很多人贡献了自己的青春，很多人变成了残疾，我这条腿就是。还有一些人成了烈士。徐成，你山他们。这杯酒，敬我们那些为了矿务局成长做出贡献的人。这第三杯酒呢？云鹤，你就别喝了。没事。矿务局如今遇到点困难，很多人选择了离开，包括你吴大龙在内。这为了养家糊口，我也理解。可是，要是为了挣钱，做那些损人利己的事儿，就不应该了吧？对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儿。那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不是云鹤，你看这，咱仨喝这酒，咋你整得我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呀？咱都是过来人，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我问你，我们大车队司机经过那大车店边上的停车场，是你开的吗？啊，是我的。我有煤矿，我这个停车场很正常。你让我们的司机故意撒，这事儿是你干的吧？哎呀，什么？咱们都是好朋友、好哥们儿，又是一个系统。我虽然出来了，这不是他负责车队，我是给咱们车队提供个方便，让那些司机师傅们到那儿上个厕所呀、喝个水呀、洗洗车呀，大家就撒点煤吧。是，撒点煤。我是安排人，我给收拾收拾。这怎么了？不是，云鹤，你这能证明什么？这能？我们的运输线路本来不经过你那儿，你刻意让我们的车队到你这儿绕一圈，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服务。这好好的路，你刻意刨出十几个大坑，这就是为了我们车队司机提供方便。云鹤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提供茶水，上我那上厕所，上我那洗车。啊，对，我是捡了点煤，我没从你们车上卸下来一两，我犯的煤子发的。大龙，我是念在这么多年咱们共事的份上。如果你肯把矿务局的损失补上，我还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；否则，我只能报警，按盗窃罪论处。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。哎，大哥，这酒你还没喝够啊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？你这是内外勾结，总共讽刺。你咋不私下查我嘛？你当不当我是兄弟吗？你要是把我当兄弟，你会干这种事儿吗？我要是不想挽救你，不把你当兄弟，我早报警了。我不是，那就是才这么一撒点煤嘛，别给我捡一点。再讲了，那是司机干的事情，跟我有啥关系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没有你收益，那司机师傅敢这么干吗？啊？你是不是要我把他们都叫过来，给你当面对质啊？不用，好大点事情嘛，要杀要剐，随你。今天来找你就是来福的事儿，
你看来福这事儿能不能通融一下？他孩子还那么小，他要是出事了，孩子怎么办呀？来福的情况我也了解，这肯定是吴大龙趁虚而入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吴大龙把矿里的损失补上就行。主要是来福的态度有问题，他不端正，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。啊，那来福那边我来解决，我一定让他端正态度。啊，咱不能一棒子把人打死，不是吗？我知道。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都上班了。你这个病还是需要静养，平时压力别太大啊。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